什么代志要我做？你做你讲不要紧啊。伊要几偌久才知影？反正伊用这种方法对我来讲是无路用。伊若不是真心的要求你的原谅，伊哪都这么远走到山顶，今麦搁跪外口等你谅解呢？妈，我叫伊走，伊唔走，伊一直要跪在外口，是跟我无关系。不过伊的伤也未好，天又搁要乌啊，我惊伊的身体会七杂袂掉。小芬，你可不肯原谅我？妈妈知影你已经悔改啊，也不过小芬的态度也是同款，伊自私是无可能改变的。阿勇啊，你先回去啦，阿若无恁爸会烦恼呢。别紧啦，我有甲因讲，因知影我来找恁。也不过你安尼跪落嘛不是办法啦。妈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小芬若不肯原谅我，我不爱回去。恁有一间厝，甲遐个土地，已经有够恁姊妹啊，十几世人个啦。李经理，坐啦。啊，坐下。咱即摆果然都达到目的，合作阁真好。卡数摆有机会，咱阁继续互相斗相共。对对对，互相斗相共。啊对啦，哈，你去打比方讲，李经理来啊，叫伊落来参详代志。你人是怎么大呢？小姐，你回来啊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
你红的到位都会去。什么？我先开门哈。阿龙，你做啥事？阿碧红，那你走出去。小小姐，赶紧龙先生来啊！你来做啥？我先回来问讲，阮大兄来过。有啊，伊有来过，帮我糟蹋蹋的，亲像狗同款，安尼爬出去。啊，伊身躯吼都有受伤的，即摆唔知吼会死伫啥物所在。啊，你也唔要紧找。你真正咧对付伊啊？你真正要甲逼到去死，你才甘愿？即摆这公司厝落已经你啊，你还阁唔放伊煞？啊，龙先生，我受伤也是菩萨心肠呢，伊哪有可能伤害恁大兄啦？伊是甲你滚孙笑的，你大兄无来过啦。阿舅，既然阮大兄无来，我们来走。等一下，我话未讲煞的，恁大兄敢临界冤仇，我是永远未放袂记的。我不但要对付伊，让伊走投无路，而且我也要对付恁陈家所有的人。你有听清楚无？无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陈志雄啊！本来就真该死啦，迄拢是伊家己做得来的啦。你是咧讲啥？啊，你即只糟糕你啊！以前阮大兄对你袂歹呢，你即摆不但反背，即摆讲出款话，你有够形象啊你啊！我只不过是有样看样啦。当初伊安那对因丈人个，我就安那对付你。我安尼做，敢有啥物唔对心？啊你，好你啊！你敢拍？你，走，走，阿龙，阿龙，回来咧，爸。这个，哇！你有看哦，你囝打石期间，我出手拍人啊！快来解救！你是讲啥？你是阿龙啦？阿龙哦，伊啊，阿龙一定是方正足够的啦！嘿，你先讲什么笑话呢？拄我大娘，什么都无看到啊，什么正足够的？打这个也着看，我敢那用脚头，搁落去脚趾头，我想就知啦。阿龙，等，爸爸来解救。爸不行啦，回去啦，回去。等一下，人打打的就要走，啊，恁两兄弟还佫真诚嘛？啊，另外那个吼是欠人钱，就比他唔较贱啦。你讲的才差不多哦，你。我系差，伊只嘛咧挑工甲你贱的吼，你听恁老爸话，去，我来处理了，回去了。哼，你走，你这是你做了无代志是？我已经要叫你啦。李先生。是的啦，是的啦，阿龙个甲照下个冲动啦，拄个代志我是无看个啦。你话代人讲阿龙过去嘛对你袂歹啦吼，看下下面做嘛，莫甲计较啦，莫在意啦，吼，歹势啦。你今日个个性我真了解，他说你若好嘴，他回去的，伊袂扣心。是啊，是的。无安尼啦，你规日来回去的。啊，这些代志吼，就准算。你讲的什么笑话啊？啊，伊搁较安怎讲，就是恁小妹秀芬的大官，你叫去甲人跪啊？秀芬已经反背我，我根本就无想认识我的妹妹。啊，这个欧丽桑吼，跟我无关系啦。啊，拄则是家己讲，伊后生的代志，伊要解决，卡出伊也唔跪吼。李经理，我你请律师大哥啦。好，我就决定请律师大哥。好啦，我甲你跪，我甲你下死嘞！你话，起来！你哦，你会报应啦，你啊！其实你安怎讲啦？我这个人吼，讲话算话。啊，既然欧丽桑吼已经甲跪啊，李经理，这代志吼当准算。好啦，看你的面子，就算起啦。恁老爸做人都袂歹，那世界你这个糟家真恶毒啊！哈、啊，顾小姐，卡苏米红嘛，真是去找陈志明，安尼要安怎？这个米红是足戆的，阮甲阿陈家的冤仇是愈结愈深，伊去解释嘛无路用，啊，伊哥。伊个代志吼，我拜托啦。
没想到美凤姐居然是这种人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不要讲别的，光讲你对她那份痴心，她就不应该找人打你。好啊啦，这件事情别再讲了。好啦，你先休息，我去煮饭。你过来创啥？你这火力太够不够？迄拢是误会，不是我的意思啦。怎么讲？家已经伤害了。你是伤了较宝贵，妈妈一定有记名。但过你无讲是我提来。为什么？你今麦对我误会遐尼深，我讲啥物做啥物，你拢袂相信我。啊，你应该好好改改错啊。等伊提来较小的时阵才讲。美凤，如果你是真心的爱阿明，那有什么话、什么误会，你应该当面跟他解释清楚啊，对不对？这是美凤姐要我拿给你东西了，她刚刚还说叫我不要跟你讲。就是你提一块物件，即个拍拍妹妹，然后甲阿笑笑，提这物件，你我能使是无？是安尼啦，阿明，我喊你要相信你，你是安怎定定要甲我伤害的？我甲错唔对，你明知我真介意，你留这留条来打救我，你哪里秘密啦？你听我讲，代志毋是你想的安尼，你根本无拿钱关起来，所以我们才无办法去抚养。我有想要讲，阮阿姊会找人去甲你拍。可是你也是赚头哦，你明仔载伊个时间，你来做阿姐话，你又不是会骗我？我无骗你，你本来遐尼拄好，以前我甲阿舅你讲话时阵，我阮阿姐。我，别个讲啊，你就是伫遐站头条闹事，我当相信你是无？你的心肝在遐尼强啦，我绝对袂原谅你，你敢做？我无想要看你这下贱的查某。阿明，阿明。你早已无听到是无？走了，走了。就把你家己啊啦，你的媳妇都已经知影，回去啦。你的伤也袂好，搁安尼跪落去，你身体唔干净嘞。爸，那是比起我以前对小芬的一切，一点仔折磨算啥物？我安尼做只是希望会当减轻我的罪孽。不过你还这样跪下去，你知道妈妈会不甘吗？妈，你别管我，我绝对不会走，你让我完成我的心愿好不好？安怎？
黄昭太太的，刚完回来啊。兰姐，我叫你别去找陈志玲，你偏偏来去找伊，你真是吼，人坑你物件，鬼坑哭哭地。你是不是吃着陈志玲的什么胡花水？若无，那怎尔介意？好，爱着去啊，结果安怎？我真正想无，像你即马有钱，人都生得这尔啊水，你是安怎着去省烟头？是我下贱，连我要去共省烟头，人都无爱理我。但不，你知影自己想做甚物？是你，已经为着报仇失去你弟啊！我是你小妹呢，你敢敢是怪你小妹迄款冤枉？你敢知影？你想要报仇的这些人拢是无辜的，你即摆已经报仇啊！你敢达到目的啊？你啥都拢唔听煞，你怕？你怕？归在你即摆心肝内，只有羞愤、无爱。你归去给我爸爸就好啦。你别想讲我不敢怕你。别安尼啦。你即马就敢若当初的陈志勇共款，心肝内只有羞愤，只有金钱、亲情、爱情，你拢无爱顾。那你的日子，你活了有啥物意思呢？你叫陈志勇讲太亲了，唔知你安怎讲，我袂改变我的心意。我要让你跟陈志玲斗阵。你连过这款生不如死的生活，我过不下去啦！李浩，你倒下来！李浩，你即摆敢跟我硬嘴硬舌？你根本无将我这大灾扛伫肩内。可是这样。伊可能在外口受陈志玲的糟蹋，所以讲话有较激动。我看安尼啦，甲姑娘讲卖出去，到时阵伊就会想要去找陈志玲啊，安尼你就会放心啊。阿明啊，你也真是的，你不应该把美凤赶走啊，你更不应该对她说出这么重的话、啊。而且你还搁在相信，我安尼骂伊，感觉我心内袂艰苦，啊，不过伊常常安尼骗我，我绝对无法度原谅伊啦。阿菊，是你啊。
美芳来甲解释，我拢唔相信，还佫甲骂，现在是要安怎？阿明，先别急，你去美凤住地方找他，然后你要跟他解释清楚，否则你们误会会越来越深的。好了，我这样就去。快去！哎，小娜嘞，你即摆去，若拄到柯秀芬，唔管伊对你讲啥物嘿，你千万唔通相信，一定要甲美凤两爿讲个清楚。好了。希望即摆袂佫出代志才好。我要找美芳，你叫伊出来。伊无在啦，你出去啦。你明仔就去。陈志明，你这人真袂用见相呢。我想袂到讨厌你，无爱你啊！你个人到高高低，是毋是一天拍无爽快？我知影这是你一手安排的啦，我袂阁相信你的话啦。我要当面见美芳，要甲伊讲清楚。讲清楚。哎，这啊，伊毋是甲你讲清楚啊？无唔对啦，阮小妹本来吼都有一点仔喜欢你，要唔过伊当妹回来了后已经想开啊，伊感觉你的性地真歹，做代志欠考虑，根本就唔是一个会当予伊挖苦的人，所以伊对你真失望，伊决定出国读书，即马人已经伫机场啊。你好无讲，我唔相信，根本就是心理变态啦，计较遐尼多啊，还佫嫁袂出去啊？你讲什么？我讲你是老高婆啦，变态啦，什么？你听，我来讲哦，你是我的处理，要不然我嫁给你。真在意啊！以后我一定要找到美芳啦。什么？你什么？你打断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这边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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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里哦，你好。你来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出去了，我问你出去，你先跑，你出去了，给我开门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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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已经规定了呢，一罐物件。你若讲唔返去吼，我就去打电话叫恁爸来带你返去。妈，我来你爹家，大家拢四界找袂到你，拢真烦苦哩，你知无？你不是跟妈讲，爸爸知影你伫遮，你跟妈骗啊！大嫂，妈，我找大嫂有代志。紧哩，紧啦！找我啥代志？大嫂，拜托你考卷恁大姐好无？恁大姐安怎？伊反对我甲美芳来往啦，正甲阮阻止，今日下晡美芳食药啊自杀啦！什么？美芳食药啊自杀？啊，即马嘞，敢有代志啊？家仔发现过早。送去病院急救，才回去自有情药啊！阿弥陀佛，菩萨在保庇，菩萨在保庇。大嫂，不管安怎，恁拢是姊妹啊！你替我去考卷恁大姐好不？不是我唔去，是顶一摆为着妈的代志，大姐已经无理我这个小妹啊，所以我想我这摆去，我是无路用。那安尼是要安怎啦？阿明，阿姐，你阿明，秀芬会这么怨恨恁的，这拢是我一个人惹起来。这件代志，除了我，别人是无法度排解。那安尼，你是要怎做嘞？阿明，咱来去找伊。不管伊的心肝内有偌济怨，有偌济恨，因果循环，
一个人承担就会容易啊！哎，行，咱来去找。恁大姐的个性这么倔强，我惊讲这段姻缘哦，无这么简单会当化解啦。即摆伊搭对病院转来，互伊加休困，饮食的部分较注意的，其他照顾分有。医生，多谢你。阿弟，你送医生出去。好。男士，你。恁两个都搞来我厝里，你是害阮林家，互你害无够凄惨是？恁赶出去。一切的事情都我一个人惹起的，别开恁着阮小弟甲恁小妹好无？哼，你做大兄，啥物时阵变啊这尔伟大？你好早毋是一直叫我替你想办法，害恁两个小弟，安怎？即摆变人？无对，过去我所犯的错误，我已经甲我的小弟回失的。伊若原谅我，我今日来是专工要来求你原谅我，希望会当化解你心肝内怨恨。也希望可以求你促成阿明和美芳的婚姻，你叫我怎么做，只要我做得到，我都愿意。哼，你这两个小弟的度量都很大嘛，可以原谅你。好，那这样好，我不要跟你太计较，让我想看看。这样啦，你霸占人家财产，害失婚，害我的事，我怎么计较？要唔过你将阮爸爸的相片塞咧涂骹脏，再将伊认为好做外口烧，你安尼做不了阮爸爸。该安怎讲？阮爸爸嘛是你的丈人，你安尼做未免太过分啊！这是我的唔对，我承认。好，有气病，卡住所有代志，你要承担，化解所有的恩怨。那恁明下早六点，你得准时才出发。手提着阮爸爸的相片、甲香炉，三步一跪，五步一拜，将爸爸送回来。除了阿明，任何人都袂当陪你。第二个条件，你爱爬到阮爸爸的面前，向伊磕头认错，一直到垃圾倒完为止。假使你袂当支持到垃圾倒完，那呢，你所做一切都无准算。这两件代志你会当做，那呢，我就会当原谅你。你安尼不是故意在刁难？哎呀，你莫答应！你这个人诡计多端，就算到时你做会到，伊嘛无一定会准算啊。我柯秀芬一向讲话算话，分外分明，是惊伊做袂到，免惊我讲话无准算。我答应你，大兄，我已经决定，我答应你的条件，明仔早起六点，我会准时出发。希望时到，你会当会记得你所答应我。阿平，来来来。孔小姐，卡斯陈志勇，伊来真是安尼做，安尼要安怎？我都唔相信，伊做会到。现在这样，你敢知这个心内是多么不甘的？你会变成这样，
都是陈志雄害的。明仔载，我爱陈志雄，淡薄仔人情，磕头认罪。我予伊的条件真严格，假使伊也做会到，你甲志明的代志，这个就当答应。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个心情。我是爸爸的大嫂子，我必须要担起为林家讨回公道的责任。陈志雄明仔载，卡斯也做无到，伊就一定爱甲陈志明分开。到时阵，你莫怨叹这多。志明讲，你已经答应柯秀芬，因遐刻薄的条件，你是安怎变安做？爸爸知影了后，心内足艰苦的。爸爸讲，查某囝做唔对代志，唔管偌大的折磨，拢袂用闪避，爱家己去承担落来。不过我认为讲，敢一定来去接受遐尼大侮辱，才会当化解这段仇恨心。阿爷过去所做的错误，是一句实的，只有人原谅，才当化解。虽然秀芬要求我三步一拜，五步一跪，跪到伊的面前。虽然这个要求对我来讲有较残忍，但我将这个一跪一拜，拢甲当作是咧赎我以前所做的罪，我心甘情愿接受。希望明仔载我做完这件代志了，我会当真骄傲来做恁的大兄，做阿爸的大汉仔。过去确实我真怨叹你，我感觉你拢无顾念恁兄弟仔情。不过这摆，我知影你是完全为着志明甲美芳才答应这件代志对无？过去我害志明，差一点仔我都感觉见面。虽然妈后来平安倒转来，但不过我了解。志明的心肝内对我，也是搁有恨的嘞。因为我的错误，今仔才害志明、甲美芳啊造成今仔这个结果。我即摆上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阿明、甲美芳会当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安尼我就免愁了。阿爷，就算你无安尼做，我嘛会原谅你。虽然我真介意你，啊，不过我怕你为了我的代志，叫人糟蹋到母面。我请人去找柯秀芬，叫伊甲你解除约束。阿爷，阿孙来，我承认我这个大人，我完成我的心愿，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好不好？阿爷，阿
我嘛唔甘阿兄去接受这么大的侮辱啊！啊，不过这既然是阿兄即马上大的心愿，你就莫甲挡。大兄，阿兄，过去我拢认为讲我替恁做真侪代志，也毋过拢伤害着恁。今日会当听你叫我叫一个大兄。那呢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拢有价值了。希望明仔载，我会当真正化解两家的恩怨。敢是真要安尼做？来当化开四份心肝来怨甲恨，我应该安尼做。大兄，我感觉我这段感情，也袂看你安尼委屈。我无是委屈，这一切拢是我家己一个做得来的，我应该安尼做。好啦，阿当时间嘛差不多啦，我去行啦。阿勇啊，你家己都较细腻个，阿明，你甲恁大兄顾好吼。阿达，我知影。要求阿勇捧恁爸的相片甲香炉，三步一跪，五步一拜，送返去娘家。伊即摆已经伫路里啊。小姐，陈志勇叫你约束，透早六点就出发，即摆人已经伫路的。伊真是安尼做。我照路都算来，应该一步就会到。感谢你的爱，你总是伫阮身边，因为知影你的好，阮希望陪你走人生的路。感谢你的爱，千言万语藏在心内，无论。
是风也是雨，阮总是跟着你的脚步，一生的爱拢予你，只要你过着好日子，因为你予阮勇气，加添人生的意义，一生的爱拢予你，只要你疼惜阮的心。小姐，冰箱已经到啊。你还要急吗？不要急，我要回看你。好，我去见。秀，我已经叫人约束多啊。真好，我真满意。那呢？这摆是不是能消你心头的怨恨？哪有这么简单？刚刚你袂记，你还阁去我爸爸的林前，让伊磕头认错，你还袂完成诶，阿基。我现在爱你亲像一只狗同款爬过来，爬到我爸爸的面前，向伊磕头，你磕一个头，就向伊忏悔认错，求伊原谅你，一直到那日到了为止，你敢做会到？